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和木乃伊吧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迪迦奥特曼来到城市里面玩的时候呢，竟然被一群木乃伊给包围了啊！哇塞，没想到这个城市里面还有木乃伊啊！而且你看啊，他们拿着火把，竟然不让迪迦奥特曼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来，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啊。我去，你看这群人真是胆大包天啊，竟然在攻击迪迦奥特曼啊，而且呢还把他给打倒了。喂喂喂喂喂，迪迦，我去，喂，好吧，这就有点恐怖了啊，因为这一群木乃伊把我自己也给打死了啊。我的天，这么恐怖的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去啊。这一次呢我就不客气了啊，因我必须要把他们给消灭掉了啊。走过来，这一次我们带上这个 AK-47 过去吧，好吧，不要小看他们，因为这个迪迦奥特曼也被打倒了，我也被打死了啊。继续过来，是在哪一边来着？哎，好像是在这里。你看这些木乃伊呢还围在这个迪迦奥特曼的身边，对吧？好，来了，我要攻击他们了啊。哇，我的这个 AK 攻击他们的还是挺快的，挺猛的。那好，这一群木乃伊呢全部都被我给打死了啊，但是迪迦呢还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躺在地上呀。来，我们现在赶紧的把他给救起来吧。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